资料图，据印度快报8月3日报道，罗宁来自印度北方邦。8月2日，他在印度古尔干公立医院的产房外等待即将临盆的妻子。然而进产房前一切体检都健康的妻子和胎儿却突然死亡。现在本该成为新晋奶爸的 Royal 只能带着两具冰凉的尸体回家。目前 Royal 和他的家人接近崩溃，要求院方给出具体的解释，并报警，希望警方能够彻查此案。资料图。